只有一个在上，我跟你讲。我在这里坐一会儿。留言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个滤镜有点大，我把滤镜弄小一点吧。辅导员，现在拍谁呀？朱自健、刘源。还没有回访。看一下现场先拍谁，然后先穿，都套不上。朱自健、刘源，还有那个谁，还有郭富城，对吧？肯定是我。肯定是他，他为啥不？薇娅更穿。穿吧，先穿。结果是这样子，刚刚那个滤镜太大了。你在直播吗？对，在直播。你应该问我你怎么这么腼腆呀、啊？今天。对，都觉得你今天好腼腆。穿衣服了。马上300万了，福利呢？我就想一想啊，这两天我要好好的想想要给大家什么福利。应该就带小礼物走一波吗？我已经走了。游艇啊，是吗？礼物走一走，回来走一走了。游艇啊，海景啊，走一波。一起播吧。对。皇冠，哎，我的皇冠呢？它刚刚是不是不小心掉了呀？不知道。哎，我的声音吧，我也不知道好听还是不好听。哎，真的，这个我们拍了已经2个月了。好，吃吗？我吃一个吧。这是什么？糖啊！你们团队做的，你看我吃。我都没有一个一个问这个，这是剧组买的吧？啊，嗯，哎，这是我小时候，这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。小时候我老家有那种大的，就真的是要这么大这么大，你们吃过吧？不好吃吗？我看起来还挺好的，小的时候是比较喜欢吃。啊，这个东西的名字我忘了，我看一下。一撇和一点。哎，这种糖叫什么？点儿可能就亲我一下。糖，这是这个糖，我想想。啊，我知道，就唯一怎么说 ，luck， 唯一说的。蛋白糖不可能。我不提前补好吗？等他们拍好的时候，你妆都脱了。万一叫我呢？我不能脱的。你得过一会儿，你衣服都。嗯，挺甜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吃完以后肯定会发胖的。那你说，优童好还是顾七少好？我就想问一下大家这个事儿。七少啊，你有没有这个牌子啊？有的，我喜欢多年两年。然后呢？有没有劝你接受别的？但是我觉得我这种痴情暖男这个角色，后面还有3部戏跟大家见面的话，里面我都是痴情暖男。好假了！哎，你要去送。唯一一个现在演的地下公主是不一样的。你穿这身红是在婚礼现场跑的？没有，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都穿红色。对，现在这个就是霸道总裁，因为之前一直想尝试一个，然后大家也一直在说，然后一定要演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因为前面的3部戏要跟大家见面的3部戏全都是跟顾七少啊、幽童啊是类似的，但是每个角色的本身的性格是不一样的，然后他们自己身上的任务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上的观念是一样的。哎，我给你看一下，你看大家。让我做什么？嗯。
比心，比心这样，这样比心，这是比心，来这样子。这边不能大声的说话，真的。很多人都在背剧本啊，换衣服啊。下一步我就不知道了，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官微什么的。我也马上换衣服了，那我先挂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好像很多人都在直播啊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今天突然显示了，之前我都没有注意过这个。是假热度吗？就是。然后最后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，祝我生日。虽然也是我16岁生日啊，刚刚也说过了，也是很开心的。希望大家能明年继续来祝我的生日，也就是16岁生日。对，我要换衣服吗？你换掉了吗？没事吗？那就我先走。因为他要换衣服了，那我们就下次有机会再直播。